我有东西忘记给你了，你还想拿什么出来气我呀？怎么掏不到啊？啊！别生气了嘛！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你关心我能不能好好说呀？不要这么严肃，真是的。所以你现在是打算在公司里面直呼你上司的名字了吗？啊？对不起啊，严总。出去。好的。去把沈星给我叫来。嗯。出去。